台东资本消防分队队员李光先执行除风任务，遭虎头蜂群攻击，伤重，在和死神拔河19天，于本月17号过世。告别式现场备极庄严，不但有各地前来吊唁的消防伙伴们，消防署长叶吉堂专程赶来为李光先送行，并且颁发2级消防奖章。扬旗。一户小队长李光先从事消防工作30年，对灾害防救贡献卓著，功在台东。是相处和睦，对长官谦恭有礼，更不吝与新进人员分享传承消防经验，是大家眼中的老大哥、好同事。县长黄建廷也特别追赠李光先为小队长，同时也为台东痛失一位为民前锋的消防队员，难掩心酸的情绪。中华新闻收在鞠躬。全国各县市消防局大队长及队员也一同来到现场，瞻仰李光先的鞠躬。下行大行李，李成主席别急，机器归。资本分队的伙伴们不舍昔日好兄弟的离开，在礼车经过分队门前，大家一致敬礼肃立，为打火好兄弟送行。先生，你一生奉献消防的工作，相信以后会有后继的这个姐妹一起的跟着你哈，啊，希望你一路好走，哦，谢谢你对消防的贡献，你是我们大家的楷模，谢谢。东台新闻张嘉维泰马里报道。